家那边就是他们娶好几个媳妇儿，谁说了算呢？老大呗。你爸有几个媳妇儿？他只有一个，只有一个。老大一直没同意娶下一个。老大管的老公。你妈也是八里山人吗？东北人。八铁小伙的东北日常。你们巴基斯坦有多少年历史？五六千年。那有皇上吗？有啊。皇上娶几个媳妇儿？啊，可老多了。有东北的没？他们还没上这边来呢。这边是很多东西都是中国的东西，比如呢？比如拖鞋、牙膏、牙刷，还有呢？媳妇儿，两杠杠的。那假如说他要是娶了一个中国女人的话，是跟着巴基斯坦的婚姻法走，还是跟着中国的婚姻法走？他要是能管住他的话，就跟中国走；管不住的话，跟着巴基斯坦法走。这分人啊！你们那边有钱人都干什么？有钱人天天花呗。有钱的他们是怎么挣的钱？地多的都有钱。那你家是做什么买卖的？做那个铁锅炖菜。你那边没有离婚的吗？很少。要是有离婚的得怎么离啊？就是对男的说是特别简单，对女的呢？对女的是特别难。但是呢我妈这边是不一样的。为啥呀？我妈一整是说能过不不能过离。那你爸跟他离吗？不敢吧。为啥呀？因为我家那边的所有的财产都是我妈名下，而且我妈早就给他转到中国这边。你爸没有过就是想找过那个第二个媳妇那种想法吗？有过呀。那你爸是怎么跟你妈提的？看你在家里面干活太累了，我帮你找个人在家里面帮你提你干活的。那你爸要找第二个媳妇的时候你妈没急眼吗？没有，他就说那不可能啊，你给我撒谎。那比如说我是你对象，还你呗。我妈不是这样的，我妈是特别善良的人，她说你过来一下。咱俩出去出来的啊，出去来吧。我刚才说啥？那你们那边最多有多少孩子？23。你说你姐都生老板了，你这么大了还不结婚呢？听着干啥呢？计划呢？俺俩真不是对象关系，同事。什么不是对象？这要是对象，那意思俺们能接受。咋的？不行，把你当真了？你现在不想办法脱不了身了。那也是。家里头有那个二锅头呢，给我来两口，渴了。喝完酒能不能打媳妇儿啊？不能，他爸属于东北媳妇儿，俺被治完了的，治服了，不能打人。喝完就不好说了。你想找东北女孩，还是说想回你们那边？我想找一个东北的。我听说你们家那边不可以娶好几个媳妇儿的吗？不想一下拥有好几个媳妇儿吗？谁想用啊？这不累死啊。我就问他，我说那娶这些媳妇儿不得花钱吗？他们说这些媳妇儿给这个男的钱。对，我那样谁不给你钱？假如说我去娶你的话，给我多钱？那都不行，你还回去你买。你搁那边交我女朋友没？真的假的？咱们那边只能看到眼睛，别的看不到。为什么呀？那我们那边是都是戴着脸，上面蒙着脸。结婚之前你什么都看不着啊，当天晚上能看啊，就这货，这货。要为啥给你钱呢？属于拆盲盒，拆盲盒。巴拉给西呀，西头金戈棒。你爸跟他离吗？不敢呐。为啥呀？因为我家那边的所有的财产都是我妈名下，而且我妈早就给他转到中国这边。巴铁小伙的东北日常。你们吃饭一般都用手对吧？对，我来了，我今天来了，我必须得入乡随俗。那事儿，右手不能用左手，用右手。对呀、啊，这手为什么非得用右手啊？因为这个左手是我们擦屁股用的。开始我用右手擦屁股。我也想做这个，我用右手。可以用那个左手。那我用左手做吗？对。我左撇子。没事吧？没事。你洗手了吗？我刚看你上完厕所。嗯。别死了，他卖这块。
你俩没有话啊？你们平时吃饭不说话吗？不说话，不让说话。没定你过去啊？爸爸吗？这种国家就是吃饭的时候不能说话。啊，我还以为你妈定你规矩呢，因为我从小我吃饭前，我妈也不让我说话。你去的中国媳妇还是外国媳妇？中国的，中国人，我知道，东北的。啊，对的。那他要再想娶媳妇的话怎么办呢？他得先通知老大，老大要是同意了，你就可以娶第二个。那老大不同意，他就娶不了了。你可以偷摸娶。非得告诉老大呀？那谁管钱呢？老大管钱呢？别去了哥，一点地位没有，还不如个中国呢。我能问你一个私人问题吗？假如要是我跟一个女孩结婚的话，我揭开了她的面纱以后，我后悔了怎么办？这没有后悔，另外离婚都费劲。揭开了她的面纱，我一看，哇，美女，你的嘴比哈迪都大。你把脸蒙上呗。那我要想退货的话怎么办呢？没有退货。你跟我说实话。我跟你说实话呢。别骗我。那也不是淘宝啊，七天无流。你知道他为什么让我们在上他家里面吃饭吗？为什么？因为他媳妇不让他出去。真的吗？对。你看人家半年都没了。我不知道为什么这饭店怎么吃的这么一眼点呢？一眼点吗？一眼点。还不要喝水。你都拿那头喝了，你还不要喝水？你都拿什么家伙？啊，不好意思，我是中国人，我可以喝，对不对？对。平时就是你们巴基斯坦人在一起的话，是不是也特别注重你们那边的那个民俗？对，只要是两个人在一起，就必须得尊重。不在一起怎么样？兄弟姐妹多少个？我家四个，还算小的。那你爸几个媳妇？一个。为什么呀？就一个。因为我们俩是两亿姊妹，两亿姊妹。给我介绍女朋友了。你，我那女先给我介绍呗。先给我，不是先给我。别靠人。先，不先。你当不？不。先给我，坐进来。哈哈哈哈哈。啊，哇哦。喜欢这个。哈哈哈哈。人家都是有男朋友的，你跟他去干啥去啊？怕他没有？啊？还是给你介绍那个吧。他说我介绍女朋友来的连后面了。你赶紧踩毛格去。等会儿，我自己来。美女，老公，你来啦。你是谁？我姓马，我很高兴。东北大姨加日本的搞笑日常，整的我这个忙不人，你说俺这男的么洗那一块了，逮住打谁的？我他一会儿老逗啊，洗没住到个马都到个气呼死路家，男人么一拉一拉说话的马都，像那红头套路，肯定洗了有么？你他妈的心眼长没有啊？儿子，我们去银座逛一逛。牛逼，真牛！让儿子高兴了。儿子，鬼子今天休息，日本过去过年就做这些东西。太好了。有啥不会做的？你是日本人吗？我是你妈。漂亮，辛苦了。啊，谢谢。这妈太吓人了。嗯。妈。哎呦，我操！你还给我儿子操。这跳到红头牛的人都不比人大了还说。我不看到你们一天都压死你头皮拿到个红头靠不到个压得要吗？我洗过头都给你们小黑那小黑那一块的压死你头皮压了到过头得给你们过头压得要吗？妈你姐妈有我上妈讲哪有碰到压了吗？一个脸的咋的又坐那儿了？阿妹收拾不一定要一个脸。哎妈这傻子真快出来了没看到。鬼子。鬼子，傻子，哎呀，你还真傻呀你，傻呀你啊，听不了啊，傻呀！你是谁？我姓马，我很高兴。你高兴啥呀？来着。
哎呀，这个费劲了。不是他呢？累。哎呦，你奶腿儿整这么两下子就累了，我还天天干，我跟上谁吵吵累去？马拉松。马拉松不干完活，我给你马拉松，赶紧干得了，马拉松，马拉松的。这傻鬼子啊，儿子，你说我跟你说话这一功夫都到去跑去了，你说这累的瘪犊子样。47公里。40公里。嗯。哎呦我的妈！一小时有汗就有劲。十。就有疲劳啊，14公里。14公里。挺快跑的，让他们干点活，你呲牙咧嘴的，让你去跑步去。你这就是高兴了，是啥累的？哎呦我的妈呀，多大嘴呀！标标。哎呀，高点，意大利面，还有气子，还有亚塞，啥都有，随意。好吃，我有摸到鱼了。啊不，太自私了，咱干自己碗去了。挺好吃。啊不。麻辣烫，嗯，鬼子吃啥也不胖，今天挑战麻辣烫。别吃。儿子，看这小帽子，别吃。天天就知道炫，拉着的哪都是，别拉着地毯。